我要介我介绍我的名字叫周林希，我今年41岁，我结婚了，我有2个小孩，我的体重55公斤，我的身高150公分，我从新加坡来的，我信仰回教，我的学历中中毕业，我会做吉阳中国菜，我会做茶菜、蒸鱼、牛肉跟卤蛋。我以前在台湾工作3年，照顾阿妈跟做家事，然后在噶拉王工作3年，照顾2个小孩，跟弟弟5岁，跟婴儿4个月，在家有5个人，先生、太太跟阿妈。我又去香港工作，因为我想帮助家庭赚钱。结果结束好了，谢谢呆呆老板，拜拜。